大家好，我最近买到了这个兰州牛肉面的杯面，现在吃这个杯面，看看正不正宗。上面有特制辣油，有葱、肉、鸡蛋，还有辣椒，有一点点香菜味。然后把这个辣油放在上面，现在有一点兰州拉面的味道。那现在等三分钟。哦，再放这个特制辣油，哦，很有感觉。香菜味也更浓了。很不错，这个汤的味道特别香，感觉很正宗。只是这个面条不正宗，我觉得这个没办法。肉呢，好吃是好吃，但是不算正宗，感觉把碎的牛肉凝固起来的感觉。还有我鸡蛋，兰州拉面里面有鸡蛋吗？就是普通杯面里面的鸡蛋，有香菜的味道，但是感觉很少很少。我觉得已经挺成功了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在这里写，这个不是清真的食品，一部分食材包含猪肉，总体来说还挺好吃的，只是一些食材、面条还有肉不正宗，那已经足够了。如果大家来日本想中国的美食了，就可以吃这个。